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比赛 Series Story。然后这次呢，就我们老大、老二、老六、幺、幺、幺、二、六，你太想当幺了，你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暴露。我们的组合就叫做幺二六。最近这段时间这么忙，然后好久也没有一起跟大家聊会儿天了。你好久没有抱抱这个粉红豹，一定很孤单吧？最近非常的非常辛苦，就回家比较晚。对的。起得很早，准备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开心的。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筹备我们的新歌，然后也是围绕新歌做了一些一系列的东西。 对，大家看那天早上发了微博那个时间啊，就是我那个发的那个微博，其实我们起床时间是比那个还早，我发的时候是已经在路上的时候了。咱们不是一天发的吗？对吧，他发的是上半时间，我发的那个时候是下半时间，那天比较下的比较早。 对，之前就是忙碌的时候也是早起和晚睡嘛，然后就现在的话慢慢就睡了嘛。我刚才听到你说早起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最搞笑的事情，就是那天拍摄的时候早上壁挂炉坏了，我5:30起的，然后已经把那热水器开了，然后过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我问阿姨，阿姨怎么没有热水，阿姨说壁挂炉坏了，然后6点了，我们6:30出发，然后我就拿着热水器就烧壶，热水壶烧壶，然后我就接水，然后烧起来之后放到加凉的，然后我们6个，我跟齐哥互道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一点一点洗头。当时我们6个非常的着急的洗完了头发，冲了一下身子，刷了牙就走了。最经典的是我在联盟哥的厕所里面，阿姨说有热水之后，就是那个热水维持了10秒钟之后，就变成那个凉水了。我当时头上全是泡沫。我当时洗着那眼睛就是被这么蒙的。但说实话其实他还好，因为他就是也有的时候去拿冷水洗，他说什么提神，冷水洗澡就很舒服，而且身体他说如果习惯的话还是挺有好处的。但是我就是受不了，有一次我试过一次，那因为天气很热，就你说实话你洗完冷水澡你还是出来的时候会很爽的，对，很凉爽。但冬天你用冷水洗澡的话，我感觉就作死，除非你是家里感冒药快过期了，你可以那么试一下。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我们这次的歌都有什么风格吧，就是把你们猜想的风格可以打在公屏上，然后我们回去可以看看你们到底猜的对不对，是吧？万一猜对了呢？万一对了呢？万一对了呢？是哎，我就不信有一个人都猜不对。如果真的要有一个人都猜不对的话，我就直接把歌词抄十遍。而且我们这次还不是一首歌，是两首歌。你们再说一说，就把这两首歌名字给说出来。哎，一首歌叫做，然后一首歌叫做，对，请大家多多期待。加油 ，Only Get， 加油 ，Only Get Get Change，Only Get Get Change，Only Get Get Change。哦，我想说好玩，就是我们那个第一天去拍摄，那天早上其实特别冷，然后我们都穿很厚嘛，都比较严实。知道他要说啥？然后有人带被子，有人带枕头什么的，到那儿，就几个人就跟南极人一样，然后一条毯子，一张沙发，所有人一躺，倍儿暖和。我也想起一个好玩的，那个好像是去录歌的时候，还是拍照的时候，我给忘了。拍照肯定有这么个事儿，就是那天早上我们去那个拿早餐，然后那个早餐里面有豆浆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因为其实豆浆就是因为他坐在那个是车偏中间的位置，没有地方去放豆浆。有一个不良司机，然后别了一下我们的车，对，就开在高速公路上别车，我感觉这样是不对的一个行为。对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的。就是我手机放在腿上，一个手拿豆浆，一只手拿饼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手机。嗡嗡嗡一下，然后整裤都湿了。嗡嗡嗡一下，袜子都湿了。嗡嗡嗡一下，白裤子白上衣都黄了。嗡嗡嗡一下，袜子都黄了。袜子就是这袜子，都洗完了都。我真的无语了。最近我们也开地暖也干嘛了嘛，然后宿舍蚊子就变多了。对的，真的，我前两天就是一直在忙于打蚊子当中，大半夜我就是脸上干嘛的，就很奇怪一个神经，就过去了。然后再嗡嗡再回来，他老听见你在你耳边飞。我跟泽哥有一天晚上，我俩差不多每个人打了7只蚊子，就我俩起来之后，然后我就说泽哥你也醒着呢，他说我这有蚊子，然后说我也有，然后上铺俩，就是你们打蚊子绝对比不过我跟一醉你那天打蚊子。你还记得咱们上回拍那个什么，我们俩不是住一屋吗？就我们俩住一屋，拍死了至少
快20只吻。那你们那个舞确实是俩人拍1小时吻，但是我就是说一对那有去，那一对那有，我指挥，我属于指挥官。我是不在意，这是没什么的，让我没时间有。你怎么睡觉还带个项链？哦，睡觉都这么潮流的。然后狗狗跟泽宇哥这方面是非常的强的，在我们波斯可以拿一个灭蚊大队。灭蚊大队。OK， 我觉得我们最近也就没什么事了吧。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剧透一部分我们的新歌。对，新歌。但是我们这次剧透的方式呢，非常非常特别，不一样的。对，我们会。就是把我们对这个歌词意思的理解，然后以这个来编舞，然后就看各位 boss 们能不能完全猜到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。对，仅此而已。我们用脚吧。上一组那确实没有意思啊，我们这组想的高深莫测一点啊。这样这样，换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啊。看，就有点像鹰眼的感觉。这样，心。说着说着然后呢你们在想啊，就咱们就一下就接一人一句接下去就行。知道这个吧，就拿这个的 step， 然后手加上去发塞塞哎大大大大大别了，咱们三个低头头对着头就是你，大家就这样子。3、2、1，Go。深深的眼神锁定我，却怕咬一口这苹果。城市丛林里爱生物，便当里画和笔书。北边几点急着爱火，别站在原地没动作。我只泄露一点线索，是谁为爱走钢索？那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？其实就想让 boss 们猜猜我们的歌词的内容，还有我们整体风格的走向，好吧？不用很。这个答案就可以揭晓了，所以说 boss 们也是好好期待一下，关注我们新歌 OK 吗？差不多了，好吧。第三十三位师长带我们跟大家说个拜拜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加油，辛苦了。今天126就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下午。